Hello, welcome to Every Little Thing Chinese. This is a Chinese learning podcast. Each episode, I will talk through a topic related to our life in Chinese. If you are a beginner or around HSK1 level, I suggest you download the script from the link in my description. That script with Chinese pinyin and English translations, which will help you better to listen this podcast. Okay, let's get into today's topic. What's your dream house like? 你的梦中情房是什么样的？你想住的房子是什么样的呢？无论是买房子还是租房子，你一定会按照你想要的房子的类型去寻找。我呢，分两种情况，目前我还没有小孩，所以我希望我可以住在一个 apartment， 一个公寓楼里面。因为我和我的男朋友住在一起，那我希望的是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一间作为卧室，另外一间呢，我希望可以作为我男朋友的游戏房或者是电脑房，这样他可以在他的那个小空间里面玩游戏，也不会打扰我。因为你知道的，男生如果玩游戏的话，可能有时候会非常吵，而且他们的那个电脑和键盘的声音也会很大，所以呢，如果他们可以有一个单独的房间，那就不会影响到我。然后我自己呢，可能会在客厅有一个我自己的办公的区域。如果这个公寓是一个有阳台的，那就非常完美了。那这个公寓呢，我希望是在一个靠近公园，或者是有一片很大的绿地的地方。这样无论是出去运动或者是遛狗都是很方便的。当然提到遛狗，我希望这样的公寓也是一个对宠物友好的公寓。如果你听过我的上一期电台节目关于运动的，你就会知道我希望我可以保持运动，并且我可以在最小的时间成本内来运动。那所以我希望我住的这个公寓，可能公寓内部就有一个健身房，可能是那种酒店式公寓，可能是一个小区，但是小区里面有自己的私人健身房，那就是最完美的了，对于我来说。如果没有呢，那我希望我小区的旁边就是健身房，就像我上一次说的，从我打开家门到我到达健身房，如果可以控制在7分钟之内，那是最好的。刚才我在提到公寓的房子的类型的时候，我说到了两室一厅。两室一厅是中国用来形容公寓式房子的大小的一个用词。两室的这个室指的是 bedroom， 卧室，厅指的是客厅。两室一厅，你的房子的形式是两个卧室一个客厅，当然也有两室两厅，或者是两室两厅两卫，把卫生间也放在内。这个在你买房子或者是租房子，你都会频繁的遇到的一个词。那如果你想要看一个房子，这个房子有三个卧室，两个客厅，两个洗手间，你要怎么说呢？你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你的答案。那我们还有一种房子是 studio， 这个房子在中国呢，我们会说叫开间，开间。北方的城市很多会说叫开间 open room， 因为 studio 它通常是房子里面除了洗手间的门是没有其他额外的门的，当然大门是有一个的，那所以整个的房间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从厨房到卧室到客厅都是打开的，所以叫开间。在上海和南方的一些地区也会称这种户型叫做一室户，一室户。
那这是我目前有男朋友和男朋友一起住的情况下想要的房子。等我以后有了小孩呢，那我希望住的是一个 house。house 在中国其实，它可以翻译成别墅，但好像不是那么的准确，因为中国没有这种类型的居住的房子。好，那我想要住的 house 的类型呢是 bungalow。平房，因为我个人来说不是很喜欢在家里爬楼梯，我总感觉我会从楼梯上摔下来，所以我觉得平房是我喜欢的。然后当然后面一定是要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上面有铺的很好的草坪，然后我自己和狗和孩子都可以在草坪上玩。然后呢种很多花。房子呢我希望是有父母一起住，这样房子可以大一点，有很多人一起住就会非常的有人气。因为我总觉得只有一两个人住或者两三个人住在一个房子里面的话会感觉很空旷，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样的感觉，我还是很喜欢聚在一起有人气的那种感觉。我刚才提到的 bungalow 平房，平 flat，So flat house bungalow 只有一层嘛，没有两层楼，所以平房。而无论是住 bungalow 平房或者是住公寓，我都希望它是靠近一个比较好的公园的，这样它的环境比较好。如果经常去公园玩的话，有这样机会的话，我的心情也会很好。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不管是租的房子还是买的房子，不管是什么样的房型，它都是需要在一个安全的社区，这点当然应该是最重要的。毕竟在英国的入室盗窃、入室抢劫的犯罪率还是很高的，所以安全的社区是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我知道在有很多其他的人在买房或者租房子的时候都会考虑周围的学校分布，那这一点叫做学区。很多人会看你的学校是否在好的学区内，也就是说你房子的周围有没有什么好的学校，并且你小孩是有权利去那个学校入学的，这种房子叫做学区房。在中国学区房是非常贵的，可能同样的房子一个学区房可能会差好几倍的价格，在英国也是一样，学区房相对来说也会贵一些。但是因为我目前来说，而且我感觉我五年之内都不会考虑有小孩要去上学这个问题，所以我没有太考虑学区房。但是呢在买房子的时候或者是租房子的时候，你适当的去看一下这个学区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为如果这个房子的周围都是很好的学校，那同样意味着在周围住的人的整体的素质会比较高一些，当然只是相对而言哈。好啦，这个就是我所喜欢的两种梦中情房。你所喜欢的房子是什么样类型的呢？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